我们一起努力，变成文艺圈的知名康宇。那如果两个都没成功呢？那能怎么办呀？就这样呗。那如果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都失去了的话，那这个地球上就会少了一名非常优秀的女老生演员啊，我也就只能赖在你这儿洗衣做饭、结婚生子、相夫教女、子孙满堂了呗。那还真是大材小用，暴殄天物，天理难容，人神共愤。是啊，真可惜。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过此路，跟我去吃饭。本人要练功，吃饭没有空。人是。